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三，来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人生上个困难的代志，今天最后一集，这是咧最后一集。阿公到底是啥物？哇，恁先听这些，看这些啊。人生足侪代志拢真困难，阿唔知最后一集老三要讲啥物上困难吼？放手，放心啦，这个上困难，上困难，因为足侪人活在世间吼，当伊的人生小可有成就。等伊若小可较上轨道的时阵哦，哇，伊就开始袂放心啊，伊就开始放袂落啊，你知无？无摕到的时阵哦，拢无要紧，淡泊名利。但是啊，摕到了后咧，惨啊，死都唔放；摕到权，死都唔放；摕到利益，死都唔放。足侪人拢是安尼，人生的弱点啊，唔敢放手，无法度通放心。我记得啦吼，有人讲哇老三啊，哈、啊、你这节目吼，我真爱看咧，哇、哦、足爱听你讲台语啊咧，哎啊你若有自信吼，啊若正经安怎啊？得，但这节目是袂安怎哈、啊？我拢袂烦恼这呢，我将来我袂烦恼这，因为我足清楚知影上帝在掌管，所以我足放心的，我非常的放心，因为我知影讲上帝若是有自信。将我对这个位提走的时候，上帝绝对会安排别人来坐嘛，你烦恼啥货啊？唔免担心嘛，哦，安尼都要放手嘛，莫讲一定着我啊，哎，啊，骨体面也无老三，敢也阁站会住？嗯，安尼都唔是基督徒啦。一个真正信上帝的人是要放手，放手，该放你就是放，上帝在欢喜，唔免惊，放给上帝就好。啊、你要放心，你若交代别人，你就要放心。一个人会放手、会放心，这种人绝对拢是好头家。你若有咧看这企业家的故事，属龙工商虽然大家行业无同款，但是这领袖的特质，大家一个共同点，迄就是叫做会放手、会放心。迄若未放手的人，伊未成功，为什么？啊，未放手拢家己来啊！啊，袂放手，啥物代志拢家己来啊！啊，袂放心，拢家己来啊！哎、欸，这是免哪做代志，免哪做代志。老三录这个节目，坦白讲啦，镜头我家己看袂到啦，我面对机器尔，所以翕出来到底有水无水，我家己我看袂到，因为迄只有工作人员伊才看得到。因为我都唔知影讲，伊即马即个镜头，虽然镜头对着我，伊是翕大还是翕细，伊是翕近还是翕远，我唔知嘛，我家己看袂到嘛。啊，我若老三时钟未放心，啊，佫未放手的人，我就要求啥？要求讲一台机器放喺边啊。我即马啦 ，camera one， 我即马挖过身，边啊，我那有一个 monitor， 我看得到。哦，我即马 camera two， 哦，边啊，我那有一个 monitor， 我那看得到。哦，啊，即嘛看到水的时阵，哦，我过时阵一个 monitor 我能够看得到，我都一定安尼，哪里变作安那？我落到一半的时阵，我同你讲，人生上个困难的代志是啥物呢？卡啊！说，哎、欸，为什么你人生上困难是卡？唔是啦，我讲卡啦，镜头安尼到我头安尼切一半去啦，未使啦，未使啦，停落，哦，好啦好啦哈，好啦，五、四、三，哎，等你手机啊，看下嘿。啊，三二一 ，camera！ 来，人生上个重要的代志，就是爱养棒球。亲爱朋友啊，啊，哎、欸，你未看你那里奇怪呢？我来跟你讲，镜头拜托，你把翕甲水嘞，迄光阿拍咖呢？大家吃便当，我来是我自己打灯光，拍咖才敢会看你，对不？我当死咯，我看到龙影，我规工当那大布景就好啊，我都做创啥？我就大报警，我就搁家己去调电话，我就搁家己去装镜头，这无变哪做？你了解我意思吗？哈、啊，唔是讲老三在操蛋啦。做 Good TV 做个十几年来吼，我从来唔捌嫌过一个摄影师啦。哦，都哪讲有当啊要请大家啉珍珠奶茶，怎绝对大家拢啉唔到，绝对袂讲挑你讲，我对倒一个迄个镜头我不满。所以大家拢有通啉，干那一啉滚水，我从来我唔捌做过这种代志。哦，那这个代志我凭良心我足敢讲啊！啊，我特别这些年来也无人一个员工是因为我老三
去总经理面头前，甲布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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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啊一个员工用失职的啦？拢从来唔捌啦，啊，从来唔捌啦。也从来我唔捌嫌过讲，哈，我只刀啊伤过烂，嫌讲我衫栽即摆。我做十几年，我唔捌嫌讲迄张树啊伤细丛，我拢总我唔捌甲嫌。我做这个节目做甲遮尼久啊，我唔捌嫌讲我做遮久无放只鞋啊，他们才走一个，我拢唔捌嫌过。你了解意思吗？哦。基本上吼，做人的原则吼，爱放手啦，知无？爱放手啦，哦，啊你若放手吼，都爱放心啦。有人是放是放啊，好啦好啦，我拢卖管，卖管你遐碎碎念，你知无？这个未成功，真正未成功，吼、哦。做人的原则，你若未放心，你归去你卖交代人。啊，你若一个未放心的人，啥物代志你都家己做吼，你无可能成功啦。你不可能，校长兼共进家己做头家，又搁接电话，啊，又搁生产，啊，又搁包装，啊，又搁来家己连寄迄条线也要谈，哦，讲邮寄的线也要谈，家己做开工做到下班啊，家己敲倒来去送货，因为讲敲倒来较省，你骑脚踏车较省好啊啦。你这里要来做事业，你做袂起来。所有的大头家，我讲不管属龙工商，做任何一个行业，伊一个个性，吼、哦，伊足敢放。伊敢栽培别人来做，伊毋免凡事都家己做，爱足欢喜栽培下面手吼，下骹手的人才起来做。伊若交代代志交代人吼，伊会放心。因为未放心的头家是足利落，你知无？啊，那今日做啥物件，电话里卡，你是有吼、哦？你毛袂记哩哦？我甲你交代第三十摆哦，你也会记哩哦？你会起笑未？对不？所以。做头家人，你若要做头家，你毋是做新罗。你若做头家，你既然做头家，咱坐迄个位，咱有迄个尻川坐迄个位，咱都要讲信任。哦，咱做个头家，咱来放心。哦，咱来信。你若讲做了歹时阵，咱该足辛苦，咱该来谈。那放心是讲卖管，就是讲你要相信讲你讲的人伊做会到。你要相信你的员工，相信你的同工。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不是跟他企业界安尼俩，家庭之间嘛是同款是安尼。你做爸母的人，你也应放手。囡仔大汉了，伊家己决定就好，我家己决定。今日要食啥，卖拢咱决定。有当时做爸母小可授权一下，恁今日要食啥，小可授权一下，啊无今日去互恁煮。哦，哎、啊，你做的时候你就放心。有人不是做的时候惊到要死去安尼，你若要安尼吼，恁兜拢装装这个针孔摄影机好啊啦。你也拢免出门啊！你逐工坐伫个警卫室吼，看这监视器安就好啊。敢有这种人？唔免过个遮痛苦嘛！吼、哦，做人伫世间，放心啦，放手啦，啊！所以你若七点做会到的时阵哦，我保证工作上你是好头家。你若不是头家，你也是好员工，你也是好主管。当下厝你绝对是好爸爸、好妈妈。你若一个放手的人，你教会内面一定是一个好同工。你若是社团内面，也一定是大家足好的一个人，叫做干部哦，干部。你无论行到倒位，你也一定受欢迎，因为无人会欢迎一个未放心、定定咧讲干事的人，人未欢迎。人未欢迎一个真够讲安尼猜忌哦，啊，真够讲怀疑的人，这种人未受欢迎，朋友啊。咱来检讨咱家己啦，真正你检讨你家己啦。你是一个会放心的人吗？你是一个敢要放手的人吗？你若不是这种人，你不但家己痛苦，你也带给别人真侪痛苦。咱唔通做这种人。所以你若讲做些代志吼，你也看会开啊。你若是会当愿意讲，和你别人来参与，你有只下骹手的人，大家来做伙来做的时阵吼，我跟你讲。成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哦、所以当你来当欢欢喜喜跟别人分享，你也快乐，别人也快乐。你对自己你也是爱放手，哦、你莫把家己逼得真暗、哦，所以上帝做咱人，我咱人是有能力，你知无？一个有能力的人，伊是有能力相信家己，也有能力相信别人，这句话你也会记哩。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不是跟他讲，我只有相信我自己，那叫做独裁啊，那叫做极端的恐怖分子啊，他只有相信你自己啊，那叫做狂人啊、哦。
起笑啊，俩讲啊啦，哦，一个正常的人，我想着真正是一个快乐的人，伊也不但信任伊家己，伊也真愿意来信任别人。这是咱上帝给咱人足好足好的一个礼物。所以当你也相信你家己，当你也相信别人的时阵，迄个时阵，这个世界就会真和谐。人跟人之间呐开始信任，那是我对你也放手，你对我也放手。我对你放心，你对我也放心。你敢不知道这世界是有够和谐呢？我读新学院的时阵，都、就是因为我看到学校对我的学生放心，我也真感动。因为我咧读新学院的时阵，新学院内面有一个干妈店，哦，诶，足侪年前啊，迄个干妈店哦，无人在顾。我起初去的时阵，我奇怪，那也无人伫遮。后尾才知影讲，哦，迄是叫做信任制度，信任你。你摕物件无要紧，家己揢钱，家己找钱。任何代志，何必要加一个人在遐顾咧？唔免。后来我有机会出国时，我知影我国外真侪种方式。咱来去遐加油站无？咱请一个赛级名啊，至少四五个冲过来，欢迎光临。安尼国外无？国外吼，迄加油站偌大间，你知无？一个尔。迄一个唔是咧顾加油站的，迄是加油站拢有开一间超级市场，开一间便利商店啦吼。伊伫遐咧顾一间便利商店。啊！咱若加油加了，咱主动家己走来遐纳钱。迄个若进行要绕跑，足简单个呢。迄国外遮大，迄无像我台湾，你若要走走袂去，一个走头前红灯你拢炸掉啊！国外毋是，你若进行要走油加了尔，发动落去手有走，伊绝对抓你无个啦。但是人因袂，因为一种是因感觉讲，我去用信任，别人对我放心，这是足美好个一种感觉。做朋友哦，毋茫讲。大家学习啦，咱台湾要进步，就是讲，咱来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的一个社会啦。好，休息一下，等下了，咱继续回答。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这个世间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放手，就是放心。咱前半段是在说对人放心，对这些事情放心。我现在下半段想要来谈一个较深入的主题，就是说我想要挑战咱的所有朋友，你是不是可以对你的情绪放手，情绪放手。什么意思？就是对你的伤害，你的放手，对你的羞愤，对你的不满，你的放下落，放掉啦，放手，放掉。真是人以前来真痛苦，因为伊做袂到，因为讲好困难哦。就是伊无法度控制家己，讲手放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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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手就是会断掉咧。断啥物？断伊的痛苦。伊个电，伊个自卑感，掠掉伊个自卑感，拢唔放。有人是掠家己个自尊、骄傲，掠个真硬，伊也拢唔放。有个人，伊是掠家己个地位，掠真条。迄、那个地位个背后，其实是伊家己个内面，迄、那个自我无接纳，一定要坐足惯了，伊才会感觉较舒适。迄、那个无安全感，伊掠掉伊唔放。有时阵是因为伊捌去用伤害，捌去用看轻，迄种羞耻吼，迄种见笑，迄种用笑无面子迄个感觉，伊掠掉掉，伊拢唔放，伊会足生气，伊无多接受当时那发生种代志，伊无多接受怎定掉了，伊唔肯放，讲我唔肯接受，我唔肯接受，哦，种人拢活较真痛苦。所以我想要讲，大家是不是对你的情绪吼，你是不是爱开始爱放手啊？放手已经足济岁人啊，吼、哦，对着这过去吼，一代志吼，放放下去啊，过都过啊嘛。什么叫做过去？过去就是你平安度过日子叫做过去。你敢听？什么叫做过去？所谓过去，就是你已经平安度过的日子叫做过去。因为你若无平安度过，你早就死啊，你袂即马坐伫遮。所以只要你想起什么叫做过去，过去，过去，
你只要想到过去，你来想讲，安尼，迄都是我已经平安过的日子啊，迄拢过啊。虽然咧过过程是真侪压力、紧张、刺激、身体痛苦，但是无论如何，过啊嘛，都无论如何，伊总是过啊，他总是过了嘛，伊总是已经过去了嘛。所以过去代表什么？代表 safe， 好、哦，安全上来，代表平安嘛。当一个人当讲我以前，当你讲我以前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你赢嘛，代表你赢嘛。你即马坐伫遮，你会当讲我长，讲我以前，讲我细汉，你会当直接讲，啊，代表你赢嘛。因为你无因为迄件代志傲住嘛，你无因为迄件代志倒落去嘛，你就是赢家，是不是呢？你也改变你对过去的观念，放手啊啦！莫搁底下讲我足气的，几年前我安怎安怎，你还搁定定定，你还搁唔放？哦，所以吼、哦，这人生足困难的代志，你即马了解啊，就是放手。有没有很难？很难啊，足困难啊！哦，因为咱总是感觉讲咱足委屈，总是感觉讲咱唔甘愿，总是感觉讲无公平，总是感觉讲不满，所以你怎将这个情绪定个足掉的，定个足掉的？等遮久吼，甜啦，吼、哦！一个人变来快乐呢，足简单啦，放轻松就快乐，就是安尼俩，无困难。一个人只要放松，放松，你就是会快乐。所以你嘛了解这个道理，你手定掉掉，我唔肯放，我想到我就去，你变来快乐，放掉啦，放轻松，来卖紧张，吼、哦，哎，放开放。一个放的时候，当你放落去的时候，你决定要放落去的时候，你人规个人丢掉一个头发，放掉，放掉了，吼、哦！所以你若管，你若放手管，你若放掉的时候，啊，足轻松足自在呢。这个世界唔是讲真痛苦呢，这个世界唔是讲问题真多呢，未啦，吼、哦！所以我望讲每一个朋友，今日当咱咧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咱真要紧啊，不然讲遮济要创啥？我一个重点就是讲。仇恨啊，放落，因为你只有放，你才会轻松，你才会自在。你的重担只有放，你才会轻松，你才会快乐。心中跟人的比较，放落，你才会轻松，你才会自在。啊，对生活上有真多真多足悬的期待，放落；对你囡仔的期待，放落。对未来迄落足悬的期待，放落，轻松，吼、哦，轻松自在，你的生活才过了会好啊。所以如果你若是感觉讲你无度吼，我想今仔日节目，我咱真少伫节目中为人祈祷啦吼。但是咱这下咧最后一集，我唔忙讲为大家来观众朋友来祈祷一下好无？好吧，咱来祈祷一下。你若有啥物委屈，你放袂落，还是讲过去身体不好有人互虐待，你也放袂落，啊那？更加严重，有人捌遭遇到这个身体的这个暴力，吼、哦，捌受伤，爱放落，吼、哦，因为迄个我想伤痕真深，你可能为着要指挥，你怎啊定调调，你唔肯放，但是安尼规人伤紧张啊，都僵硬了，你也放轻松。嗯，某人捌受过这个性的方面的这个侵害，吼、哦，性侵害。甚至也是家己的人，你信任的人伤害你的，吼、哦，我像这种有啦，这种有，所以啊，今仔咱既然这个系列最后一集，唔忙讲咱做一个祈祷，好、哦，咱节目中老三会来为你祈祷，求上帝帮助咱，那是有什么你放不落去的，或者是重担，或者是艰苦忧虑，咱交给上帝，好、哦，好嘞，咱最后用一分钟的时间，大家把手开，咱三个阿头咱来祈祷。特别上帝要来将观众朋友交在你的手中，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说到今天这段时是因心中很深很深的一个重担，也是一个伤害，因为有人他是成长过程不遭遇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也不经历过很多很多艰苦的事情，身体上心灵上甚至也不让打也是说不让不让这个不应该有的无礼貌的举动来伤害，也是有一些
真无适当的话语来伤害，伫到阮的心中受伤，伫到阮的心中有怨仇。即是阮今日讲到这个主题时，求上帝，阮观众朋友愿意放落心中的这个怨仇甲痛苦，因为阮家己也袂当救家己，就求上帝你的医治，上帝听入到观众的心中，圣神的能力。在即是阮祈祷的时，就入到因的心中，在因的生命中来做工，与上帝你大大祝福，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后一集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多谢。欢迎收看老三念歌词。基督教的信仰当然大家上界识就知影迄个十字架吼，所以基督教内面有真济歌拢咧描写十字架，所以今日去到三联歌词呢，想要来吟一首歌，是伫教会传统的诗歌内面正出名描写十字架的一首歌。当然即摆少年人若伫教会嘛唱足济歌内底拢有十字架，但是真济少年人可能拢唔知影，那古早这首歌是真出名、真出名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伊是描写意境，描写了真水、真水。也就是讲吼，在迄个十二个迄个影的内面，我躺我底下躺休困。每一摆当我人生行到真挫折、灰心的时阵，我就感觉我会当来到十二个迄个影的下面。当迄个十二个影照着我的时阵，我就想起耶稣怎样判十字架，安尼咱靠有啥物委屈？连上帝都来世间甲咱判十字架啊！连上帝就来世间受苦啊！咱有当啊做老爸做老母，有当啊咱啊做人个翁做人个母，有当时啊咱工作上，有当时啊伫教会服侍啊拄着啥物委屈，有当时难免人际关系也受一寡委屈，也受一寡咱讲袂出来啊，无多通形容嘛，无多通解说，也一寡难处。这个时阵，你就来到十字架下面，当一头照到迄个十字架的影，迄、那个影拍伫你身上的时阵，你就想起到耶稣讲：咱人来世间，每一个人拢有十字架，就爱来拍。但是耶稣讲，伊的十字架唔是真重真重，伊讲伊的十字架是咱拍得起的，是轻的。所以咱若艰苦的时候，来到半少的下骹，安来休困，搁再得到快乐，下面就来吟一首。好听的传统诗歌。心比胸，亲亲不断诉。